日，王源在微博分享了一则视频。因为录制《王牌对王牌》的节目需求，王源扮成美猴王致敬六小龄童，而该微博也得到六小龄童的转发与点赞。你们元宝还乖乖的在评论里回复道：“拜见真美猴王。”视频里，王源在走廊练习耍棒，先是遇到扮演猴孙的群演，后又遇到六小龄童老师。王源自我调侃说：“太尴尬了。”而六小龄童老师路过时，还给勤奋练习的元宝点了个赞。违范视频已入驻各大视频平台，更多娱乐资讯下载违范娱乐 APP。